哪儿？这青州城啊。青州，怎么到青州了？哎呦，我们家小宝爷呀，怕您在山上留着闷啊，特意呀叫小的们给您送下山。是啊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哎呦，葛大爷，您慢点慢点。你们先走吧。走走走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幸会。你好。多谢这位公子。实在是抱歉，刚才见情况危急，冒犯之处请姑娘见谅。没有，若不是因为公子，我刚刚恐怕那你现在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多谢公子。那就好。在下司徒领，为表对姑娘的歉意，要不请姑娘吃个饭吧。啊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郡主的字迹，哪来的？门房刚给我送过来，说送纸的人还在门口等着呢。